江，我又出现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今天这期视频呢，将着重跟大家讲两个部分。哪两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如何去轻松地表现人体的肉感。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水量的调节问题。这也就是小伙伴们呢最想不明白的一个秘密，就是为什么大家总画不出和别人一样的颜色呢？对不对？今天呢，咱们就详细的讲解一下。特别注意，观看小熊视频时，请保持房间的光线充足，请在父母的不陪同下偷偷观看。好了，那咱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是关于如何去表现肉感，对不对？咱们呢，就先起个草。这个草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画一个大体的人物轮廓。然后呢，先把这个妹子画成一个裸体，然后再逐渐给她加衣服，对不对？一般来说都是这么一个步骤啊。这是一个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就说如何表达这个肉感呢？很多小伙伴妹子啊，画的挺好的，但是呢，就画这个胳膊腿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画成这个竹竿胳膊、竹筒腿啊、筒子腰、飞机场等等，对不对？虽然呢，我也经常为省事这么画啊，但是呢，我可以通过简单的几句话瞬间让大家恍然大悟，对不对？其实呢是很简单的，就大家要简单理解一下，就是什么地方是软的，什么地方是硬的，对不对？也就是这个骨头的位置，大家可以找一个骨架图，对不对？找一个骨架图呢，你看一下你就明白了。咱们呢就说今天画这个妹子，我还特意呢今天把这个妹子画得特别肉啊，用曲线呢去表达这个肉感。咱们从下往上看，腿上呢全是肉，但是由于骨架位置的原因呢，所以说画的时候里面的肉要比外面的肉稍微多一点，也就是说里面要稍微有曲线一点，外面呢要稍微直一点。腿子里面全是肉嘛，对不对？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细节，那就是大家注意这个底下这个内裤啊，它勒住这个大腿的部分呢，你稍微给它往内凹一点，对不对？这样的话呢，能瞬间表达出这个妹子肉感十足，对不对？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这个肚子。大家仔细观察那个骨骼图呢，你会发现这个肋骨只占身体的上半部分，你不信你戳戳自己的这个腰啊，然后底下呢它就全是肉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肚子上画直线是不对的，要多用一些曲线，无论是往内凹的曲线还是往外凸的曲线呢，就要多用一些曲线来刻画。刻完这个肚子呢，咱们再往上看，看到是什么？哎，然后就是这个奶，不对，然后就是这个胸部啊。大家想一想，今天画呢是一个 C 啊 D 啊，对不对？里面呢全是肉啊，对不对？这种全是肉的部分呢，就要特别特别的圆润，对不对？大家想一想，两团肉在前面叮铃咣啷的，难受吗？很难受啊！别人看着难受吗？更难受啊，对不对？哎，我小熊这个人热心肠，对不对？老好人，喜欢呢乐于助人，就看见这种胸大啊叮铃咣啷的妹子啊，就想上去帮她一把，对不对？帮她拖一下，减轻一下负担，对不对？哎，我真是一个十足的老好人呀。总结一下呢，就是这个肉越多的地方呢就要越圆润，多用曲线，肉越少的地方呢，或者贴近骨骼的地方呢，要改用一些有棱有角的直线了，对不对？再就是跟衣服接触，或者说跟这些袋袋接触部分呢，稍微给它弄出一点小勒痕来，就这样轻轻松松的呢，就能表达出一种比较有肉感的感觉了，对不对？咱们呢再来说说这个男生与女生，对不对？男生呢他肌肉比较多，棱角线条就会比较丰富，而女生呢她比较柔美，对不对？有句话说得好，女人是水做的嘛，所以说呢它的曲线就会相对比较多一点。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画一坨粑粑，我再画一坨有棱角的粑粑，你们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对不对？你看我再加上一个蝴蝶结，
哇，好萌的少女粑粑，对不对？那我再给这边加个蝴蝶结呢，金刚芭比，对不对？所以说呢，通过这个身体的线条呢，就能轻轻松松的让人看得出这是一个男人的身体还是女人的身体，对不对？然后这个肉感讲差不多了之后呢，咱们再往后讲，讲一个你们最关心的话题，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为什么我画出来的颜色和你的不一样？为什么我在视频中看到小熊的颜色，我永远也画不出来，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需要牵扯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关于如何调节水量，对不对？关于水量的不同与颜色的不同，接下来呢，咱们就详细的来讲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呢，我就用一个颜色，注意啊，就用一个颜色，通过这个水量的不同，对不对？通过水量不同，我能给它画出好几种不同的颜色来，对不对？现在呢，是用了一个一半水一半颜料水量，然后再多加一笔水，然后再多加一笔水，这时候呢，大家应该就能看出来了，就在这同一个颜色上，通过水量的不同呢，能画出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这么几个颜色，由浅蓝一直到深蓝这么几个颜色的过渡，对不对？这里面呢，我并没有加任何其他颜色，也并没有什么加白啊，又是加黑啊，又是加各种其他颜色去调节，而是纯是通过水量的多少来调节出这个颜色的不同变化。现在呢，可能还不太明显，等着这个纸它稍微干了之后呢，你们就能看出它颜色变化特别特别明显。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在看板绘视频，对不对？你可以调出一样的颜色。大家在看彩铅视频、马克笔视频等等等等，你都可以画出一模一样颜色，但是水彩视频你往往很难画出一模一样的颜色。重点就在这儿了，你知道我用的是什么样的颜色，你也知道我用了什么牌子的颜料，你也知道我画了几笔，但是呢，即使是用视频这种最直观最能表现的方式去给大家展现出来，你们呢也无法知道我画这一笔颜色的时候笔头上的水量究竟是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我就推荐大家，如果你真真正正的想画出一模一样的颜色，我推荐大家在画颜色之前呢，你除了做一个就是颜料里边色卡，我推荐大家呢每一个颜色通过2:8、3:7、4:6、5:5，然后6:4这样的比例呢，在色卡的下面再做一个这样子的水量色卡，对不对？这样的话呢，每一个颜色能通过水量调节画出什么颜色来呢，大家就心里有数了，对不对？好了，我看一下啊，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那咱们就把这个刚才教大家的这个小技巧运用到咱们实际的绘画当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来来来，瞪大眼睛，搬好小板凳，嗑起瓜子来，咱们开始上色吧，对不对？然后看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不对？也是你们非常想知道的问题，那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调色的问题，对不对？这里呢，就牵扯另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不对？而这个问题呢，是我一直隐藏在心中的小秘密，对不对？为什么大家看我视频，我画出来的颜色呢，总是看起来很透很水灵，对不对？咦，小熊真不要脸。很多小伙伴呢，用相同的颜料却画不出同样的颜色来，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画颜色的时候，就比如说你们看，你们可以看到啊，刚才我调的这同一个颜色调出来的这五个颜色啊，最边上这个最浅的这个颜色，你们从视频中看，对不对？或者说你们真正到手去画的时候，你们看到这个颜色，你们一定会拿蓝色加一点黄色，或者加一点青色，或者说呢加一点白色去调出这个颜色来，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在调色盘里调出来的颜色呢，和我现在干掉颜色是一样的。然后你去画，你画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你这个颜色干掉之后呢，
并不是这种透明感，而是一种很污很混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画透你画不透，那是因为我根本就没有调，对不对？我只是用水的多少来控制出的这个颜色。所以说呢，通过水去调节出颜色的一个浓度，比你用这个颜料去调节出颜色的浓度呢，更能让整体的画面产生一种通透感，更能让整体的画面呢产生一种透明感、水灵感、鲜艳感，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我讲这么多你们能听懂吗？总而言之呢，就是在你决定要画一个颜色之前呢，你先试试它用水的多少能不能调出你想要的颜色来。当你发现你用水的多少调不出这个颜色的之后，对不对？调不出这个颜色之后，你再去想办法用其他颜色的混合的方式，对不对？也就调色的方式去调出这个颜色来。这样的话，你画的画呢就会比以前要透亮好多，对不对？我就跟大家讲讲刚才我画那五个色块都用了什么样的比例。最左边这个最深的呢，是用的6份的颜料加4份的水，然后再往右一个，这个是用的5份的颜料加5份的水，再往右一个用的是4份的颜料加6份的水，再往右呢，这是7份的水加3份的颜料，然后8份的水加2份的颜料，对不对？就是以此类推，就这么推出来的一个颜色的变化，水量的变化去调节颜色。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呢，你会发现你一盒24色的颜料，即使不用调色，你都能用它画出100多个颜色来，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熟练掌握这个小技巧呀，对不对？这是画水彩的关键。还是那句俗话说得好，对不对？能控制水的男人，那就能控制整个球场啊，呸，能控制整个画面，对不对？今天这期视频的重点呢，就是跟大家好好的讨论一下水彩里面的水这个字，对不对？为什么水彩，对于水彩来说，水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呢？因为无论你想表达什么效果，无论是调色，无论是混色，无论是边缘处理，无论是颜色变化，全都脱不了跟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说水彩，你掌握了水的技法，就等于你掌握了整个水彩的所有技巧，对不对？就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这幅画呢，我刻意的去给它保留了很多很多的作画痕迹，也就是所谓的水痕。这为什么呢？其实它还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就是说刚开始接触水彩小伙伴可能会比较不喜欢这些水痕，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刚开始画水彩的时候，我就会刻意去避免这些水痕，就故意把这些水痕给抹掉。但是呢，等画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慢慢喜欢上这种水痕，就觉得有这种水痕才叫水彩嘛，对不对？所以说就会刻意去留下这些水痕。首先啊，我先跟大家讲讲啊，如何去去除这些水痕啊。其实去除这些水痕是很简单的，就是当你画完一笔颜色之后，边缘处如果你不处理它干掉之后呢，它会留下一个水痕。但是呢，如果你边缘处你画完这一笔之后呢，边缘处你用这个清水，或者说用一支就是笔头上没有什么颜料的这个笔，稍微把它一抹，它就不会有水痕了，对不对？它就不会有水痕了。所以说想去掉水痕是很简单的事，但想保留水痕呢，画出不炸眼儿很好看的水痕呢，这就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了。就说你想让一块颜色让它保留水痕，首先呢，你调色的时候你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就是说水和颜料比例不能超过5:5，就是尽量的呢这个水稍微多一点。如果水少了的话呢，它干掉之后呢，它就是一个色块，它就不会是一种有水痕的这种漂亮的质感，对不对？也就是所谓的通透感。所以说呢，水量是一个非常关键问题。再就是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比如说头发的这个部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头发呢，虽然说它保留水痕，但是呢，大家有注意到上边呢有些地方它是发亮的，然后中间呢是发深的。这个地方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说在你给这个颜色啊涂完之后呢，就是说让它有一定的范围之后，
啊，大家想一想啊，当你涂色的时候，你比如说涂头发这一块，你吧唧吧唧吧唧涂完之后呢，那它这一块是湿的，对不对？这一块湿的，其余地方是干的。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当你在这个区域啊，当你在这个区域去画其他颜色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呢，它只会在你涂了水的地方进行变化，进行流淌，它永远不会出去，对不对？它永远不会出去，这就像一个结界一样，你懂不懂？所以说呢，当你铺完这个底色之后呢，你就可以调一笔深点颜色，你就点在这里面，你完全不用在意啊，你手抖也没关系，你就点在这里面，你只要点上呢，这一块深色呢就会在这里面呢变深，然后其余地方呢，你也可以再添上点柠檬黄，对不对？添上点尿色啊，添上点蓝色，添上点紫色，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你随着心情去来，你会发现呢，它颜色永远都在这个你涂了水的这个区域里，对不对？也就是说你涂了底色这个区域，它不会流到别的地方，这也就是水彩的神奇之处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呢，我亲切地称它为水之结界，对不对？是不是很霸气？是不是很有趣？所以说呢，你只要掌握这个控制水量啊，掌握这个水之结界，你会发现呢，你画水彩的时候呢，就会变得特别得心应手，就会不至于画的那么乱，不至于画的那么脏，不至于呢让颜色变得不好看，对不对？所以说呢，总而言之，说那么多，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不如多练来的实在，对不对？光听了，对不对？光做了笔记了，光做了这个练习了，光做了思考了，还是不够的，还是需要有量的练习才能发生质的改变，对不对？所以说小伙伴们呢，掌握了一些小技巧，或者说知道了一些小窍门之后呢，千万不能闲着，对不对？抽出点空来，拿出纸来，拿出笔来，试着练一下，对不对？多画几幅，你不是练一次成功了就会了，就记住了，而是说你成功了之后啊，你还要随着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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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加练习，最后才能熟练的掌握某一项技能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现在给这个妹子画的这个小蜜蜂的内裤，对不对？这个黄黑条的啊，中间这条骆驼纸，你们不知道我练习了多少次才能画出如此自然的骆驼纸，对不对？所以说呢，不跟你们瞎扯淡了啊，对不对？还是好好练习吧。虽然说我画的也不咋地吧，但是俗话说得好，能者多劳嘛，对不对？我既然有能力给大家做视频，有能力呢给大家连续更新，那我就能想出来一点就教你们一点，能想出一点小技巧就给你们讲一点小技巧，能想出来一点小窍门就给你们讲一点小窍门，对不对？总而言之呢，反正免费的，对不对？反正不花钱，我做了你看了，不看白不看嘛，对不对？过来图个乐也挺好的，哪怕看着看着发现哎，水彩还挺好玩，没准儿就带着你入坑了呢，对不对？哎，做视频做了这么多年了，真的无数无数的小伙伴因为我视频入了水彩坑。最让我绝望的事情是什么呢？最让我绝望的事情就是有很多老粉，就是从四五年前就开始看我视频的老粉，我慢慢的发现呢，有很多小伙伴画的比我都好了，对不对？真的不是跟你们扯淡啊，真的就是画的比我好。哎呀，很绝望啊，对不对？没办法，你们可能入了坑之后呢，你们可能有大把的时间，对不对？一周七天，那你可以画七天画。但是我呢，虽然带你们入了坑，但是我还得一周七天拿出四五天来继续给你们做视频，剩下两天还能画个画，对不对？没办法呀，我还想让更多人可以爱上水彩，可以爱上画画，甚至可以臭不要脸的爱上我，对不对？行了，不跟你们多扯淡了，今天这幅画呢也就差不多画完了，
这个小恶魔，对不对？给大家画了一个比较有肉感的小恶魔，谁让你们天天说，哎，小熊呀，你都总画一马平川呀，对不对？哎，小熊呀，你都总画水手服呀，你能不能让他多露点啊？等等等等啊，说了那么多，那行，那咱们这一次呢，就画一个露出来多点的有肉感的妹子，顺便呢跟大家讲讲如何画点肉感，如何呢去控制神奇的水。好，接下来就上完成稿吧，对不对？画了一个小恶魔蜜蜂妹子，对不对？希望大家喜欢。啊，还是那句话啊，寂寞的时候呢就来看看我的视频，我希望有我的陪伴，你的生活一定将变得五彩斑斓。我是小文绅士，祝你早安、午安加晚安，咱们下周再见，拜拜。